今年是基米医疗体系来成立50周年的日子，特别伫远东科技大学来举办了精彩的庆祝活动。虽然即天的天气气温是相当的寒冷，不过到场参加的人也是提出满满的热情，带来各种精彩的表演，好现场的气氛是热烈滚滚。议长邱仲庆嘛，到在现场勉励，期待下一个50周年会当照顾更加侪台南乡亲的健康。今年是基米医疗体系成立50周年的日子，特别伫远东科技大学举办三院联合庆祝典礼，由医来员工带来各种精彩的变装表演。虽然现场天气是相当的寒冷，不过气氛会当讲是嗨到最高点。好，我们今年是庆祝基米医疗体系50周年。那基米医疗体系在台南已经生根了50年。那在台南地区的医疗应该占很大的量，那也是服务了很多的乡亲。那往后的话呢，我们尽力要让我们的医疗体系更加的茁壮，跟社区更加的结合。那在老人长照方面，我们也希望借由医疗体系的力量来帮助政府来这个顺畅长照制度。那这是我们以后的一个展望。这次为着要让大家拢会当感受到50周年庆的欢乐氛围，特别准备了一系列精彩的活动规划。由部长带领着大家做完暖身操了后，就准备开始。区议长也带着大家做会跳舞，刷落来更穿上棒球装，将向真未来希望的球拍出去。期待基米病院的后一个50年，会当照顾到更加侪台南乡亲的健康。记者高建明新竹区采访报道。